腿贴得太近了，再让小马坐近点。他的腿是可以的。他是说那个，因为他像他嘴。说什么了？他俩的腿，如果你他俩的腿，你看看这个腿。搞错了，再来。拍呀，拍一个。这张是酸火锅，来。哎，还少一个小碗。张大总，小一个碗。碗可以拍。小碗 OK。少了。快来，去帮我拿个小碗。快到了吗？没有，差一点。看到。小碗。对。哦。张哥，马赛不选。我也说了，说赵说他这个东西，刚跟张哥说试一下马赛没选。不是，他可能是少数那个。那个是加分，我操，怎么办？他也是找个小别的，喝咖啡的小别的。嘎巴嘎呱呱嘎呱呱呱呱呱呱呱嘎嘎嘎嘎嘎呱呱呱呱。对，明白。倒挂金钩，你要想来个倒挂金钩吧？我咋给你勾一个？摔死我！哎呦，拉倒了！慢点。还有什么？我看到还差一个蝎子手的那些。人是没有。好，准备三二一，开始。很好，保一个。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OK， 好 ，cut。你自己给自己配音啊。哎，是的，好，就这意思，没问题。笑着吧。对，要笑的。好，来，准备，开机。好，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丁老板现在吃火锅有什么必点的吗？吃火锅必点的吗？嗯。还有土豆。还有吗？冬瓜。肉，肉必点。对，换细胞证。给我换细胞证。是，然后呢？你们只有在自己说话的时候才举这个产品。对。好，老师们，我们站好了，也是把产品先藏起来。好，来，我们开拍了。OK， 来，就是那个疑惑的表情可以偷看四枪。
出钱了，后来对，可以搞笑一点。痛快上市，抓光产品，厉害啊！负责抢话了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！先回放。哦，这不是回放。张哥，你这是张哥有点稳定输出的。这样，对，对，对，你俩还挺酷，还挺好的。太好笑了。对，你只要花一瓶的钱，我就能买到一箱，甚至更多。但是，多少钱？没有。小轩抽奖经常中奖吗？我这边的高一点点，看看或者调整动作中，抽不中的吗？是要更难太难受，太难受。每次抽奖都要抽满。那这个，假如要用这个麦克风唱首歌，你选哪首歌？这个可唱一首《漫游节》，很困难。这首歌我弟都会唱。啊，是吗？对呀、啊，我弟还会唱那个《有你的季节》。好呀。那就学会了。好，我们昨天跟谁一起看球的？他们现在就是那支的球队是一样的吗？我选巴西。我们他也选巴西。如果说你要指的话，你可能就是指完以后，你看一下左边，就好像你在让小贺呀，或者是小爷过来跟着你看，你知道吗？你可以往左看，然后各种开心。对，可以吗？然后再踹我一个 solo。还好吧，就是感觉现在不会觉得什么，不会有包袱了。现在已经不是已经参加演戏的节目了吗？不在乎，有没想到自己能够出这个节目？其实，在他们的拍摄当中，你会学到一些关于影视方面的知识吗？你前辈很多吗？能够学习很多，就是一些演戏的小技巧，知道吗？希望能够进步。霍老板困了、我想中毒而亡。好，那你怎么选择了这么高？我们在辛苦你选择香菇，在来这盖子在这儿是不是？哎，道具老师，你们小盖子。OK， 开。看看这个歪头太好了。好，来回放。叶老师，歪头，翔哥太可爱了，好开心啊！翔哥好可爱，翔哥。哎呦，哎，你看，披灵派啊！哎，你看，是不是我们都得来过一个？可以啊。开玩笑的。他应该可以吃火锅呀。不服？你抢他的。翔哥回去看球了吗？要工作呀，半夜三点还是不敢看，怕肿。但是我起来之后也没看了，好帅啊！受到了喜讯是吧？状态挺好的，还是。我上镜的肩真的发亮，最近练了。你是跟小松一块练的吗？自己练，自己练的，偷偷卷。哎，我多了。就是他们睡觉的时候，我看世界杯边做俯卧撑边看世界杯。我是配合增肌餐吃着。方桌，方桌那个拿过去，还在确认。就，你们所有人都把它当成麦克风。是谁在唱歌？我就旋转那个喝产品的了啊！好，道具老师来，我们换。
你快告诉他我以前打过这个亚索的战绩。快告诉大家。好像22-0吧。真的假的？这我反过来一下。乱说。我最次的一次就打了1-13，其他还好。有一个视频，我们如果传上去的话，绝对会火。你生日的时候我就发。我发。太精彩。很厉害那波操作，但是我现在没有玩那个游戏，因为我发现如果我玩的话，我心情好，亚轩心情不好。小象，差点扭过去了，差点不死了。就是放在这儿。不愧是中戏表演的啊！太会了，只能说太会了。对。你们接下来。谢了，算了，待会儿。谢了，你们先坐。他曹魏之他应该是正好温柔讲的。你要立上去吗？没有，就横在那儿平着也行。梦里啥都有。刚差一点，他刚被我腿，刚我脚那个太崩了。你要先顶背后还有。怎么能一下出完六十？完六十。出完六十。嗯。不，给你地板，我地板完全全全全了。357顺子。42炸弹。42也可以。王炸。检查一下那个扇面。42飞机。飞机怎么飞？可以飞得了。好，来准备，先提前录一个参考。好，来停。好，小戴老师，你可以离开了，谢谢你。好，你说话。然后，我尬眼。稍等。后头女生的时候也可以就是往。我让耀文没办法。我们现场安静啊，这样收声的。好，来准备。安静不动。哎，后头你。亚文，是不是你自己找没事干？那个抠图好难抠。此致，这姓林。好，先录个啊，顺其开心。好，我提醒。好，稍等啊，我们调一下这个光的速率。年轻人不要太气血。我来定一下。好，起立。啊，说一下。我们村今天谈的这个太极呢，慢了，减到40吧。太极，好，同学们起立。356。太极呢？这干嘛？这不得敬一下我们张总？谁呀？起来呀！酒醉的蝴蝶吗？这是。我虽然没喝过，但是确实是这感觉，是这意思，是这意思，特别香。先来，这个亚轩不是看镜头干杯，看，先看镜头干杯了吗？没有。OK， 来，来，好好喝呀。亚轩在找你，哎，你怎么给你规定好了？他刚问你干嘛呀？他是问你说看镜头，你不是说完了吗？你这段播出去会不会让别人都觉得我是喝酒的呀？不会，因为演的比较青涩，明显就是在想象。老师们，表白！来，我现场，来，我们再加一个。温水，那是一个人倒下了。那热和点，那不就煮谁呢？不是，然后他是我张志远，我们俩真正喝醉了，你看。
说的特别是你把我撞到那边去的时候，就是啊，真想对吧？我是有点兴奋而已。我想说他的起步距离，他起步距离只需要几米，两三四米。哇，你知道什么概念吗？他像一个纸飞机一样，把自己轻轻飞起来了，直升机一样，不如买直升机呢。我说。对，我们看的也很好，哎，好，看烟花从可能指向那个杆上的点了啊，好，左前方这烟花，对，晃动感啊，那我们还是那个晃动感要多一点，对，很好，律动再多一点啊，好，再开心一点啊，他说看见你了，然后他说哎。沾边儿，还是老大威有个憧憬，是真圆。哇哦，沾不到牛在身上，各位定做的吗？真漂亮！哎呦，大轩，老师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哎呦，哎，这不是三轩小？好，我们 keep rolling 啊，很好，保持，哎。哎，这不是那个。啊，对对对，大轩看到了吗？开勾肩，开两个人，两个最后一个是吧？随便勾，还有一个背影，还有一个背影就没了。因为这个下条街写背影，下条街来来来两个，来啊来啊来。靠一下大海，靠不了海，靠个江吧，靠不了江，靠个湖也可以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就来了啊。你看那个长得像你，有点长脸，在天上飞耶！哦，
这是啥呀？嗨一点，不够嗨哦。May you always find your way to higher ground. May you always keep your head held up high. Pretty little thing, you're a diamond in the rough, shining from within. I can tell that you're tough. Just the sight of you when I'm at my weakest point.Makes a world of difference, oh, you make me strong. Pretty little thing, you're a diamond in the rough, shining from within. I can tell that you're tough. Ordering a cup of love, feel it rising up and above. You will always keep my heart in store.好，看一下右边的。哦，耶，干杯！耶！哦，哇哦！太大鼻子！啊！耶！来，这个加上他那个钱是真的可以把他摁爆的。你能摁爆，我就把它喝了，我就把它吃了。等会儿拍完之后给你来。厉害，然后再送一个点赞，把它摁爆。你信吗？我也不信啊，怎么可能？我的力应该不够，应该是张的力。张的也不行，这是铁的。它不是铝的吗？这是合金啊。塑料，你说塑料，我怎么过来？捏吧。哎呦！抽牌啊！哎呦！哎，你一枪，真捏爆了。哦。哎，一枪。喝吧。喝吧。真捏爆了。抽的。捏爆了，让他喝吧。捏爆，捏爆。我们这个质量还是很好的。对，非常好。我捏了蛮久。啊，他是捏了很久。对，我捏了很久，捏了很久。喝个夜市。干杯！干杯！OK， 好，来，他停一下，停一下。天就要对错，干了。没说过，我不认同。谁要这么飞？谁在运脚？谁要这么跑？站不停也飘了。就像是失去神经，我感觉不到呼吸，连空气都窒息。Why I love you so？ 拍到了，推他，推上队友，拍到了。就祝我们班级新家，干杯！好。
天啊！好，谢谢各位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大家。Oh!